这位是夏侯霸兄的帖子，他给了一个图片，他说有多少只大鹅，你们自己数数吧，我给数数啊。我找一个好，用这个来数，用我的脑袋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最起码有五十人呢，这里啊，假如我数再数重一点呢，啊，甚至还更多呀，因为这里都堆在一起，都看不清有多少个，这里真的是可怕。啊，太可怕了，大鹅兵，这些个肯定不是莫斯科人呐，都是那些个边缘地区的，什么少数民族啊，那些个地区的人，大鹅兵成了这个肥料了。